俗话说女大十八变，这句话是有其道理的。时间能够改变很多事情，包括人们的外貌。当你回过头去翻之前青春期的照片时，肯定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下面这20张照片就充分证明时间会带来改变。一、一对情侣从青春期到现在的变化，叛逆期真是非主流啊。 2.1985 和 2015， 时光偷不走自己的爱人。三、我快要笑死了。四、在叛逆期疯狂迷恋死亡金属乐的小孩，现在变成了一个标准的顾家好男人。5.15 岁叛逆的他绝对不会相信现在的自己已经结婚生子，安分工作。6. 现在的他剪去了长发成为一名消防员。7. 一个沾毒品的叛逆小子现在成为了一名电玩软体工程师。8. 谁会想到一头紫发的他现在成了营销顾问。9. 叛逆前卫的他现在成为了一家世界500强公司的行政人员。 10.17 岁的黑暗时光一去不复返。11. 相信他以前绝对没想过自己会当一名军人。 12. 那时厌世只穿黑色的他现在也会穿着亮色服装积极生活，并且还是一名博士生。 13. 虽然青春期是黑暗系的，但是现在是一名网页设计师。 14. 之前的他全身都是绿色，而现在却是一个散发魅力的成熟女性。15. 酷爱吉他的文艺青年成了美国特种部队的成员。 16. 年轻时候的他肯定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四大会计事务所的一员。 17.15 岁的他年少轻狂，帅气逼人，现在21岁是一名木工。 18. 现在变成了斯文娴静的启智班老师。 19. 外表有了巨大变化的他成为了一名银行顾问。 20. 打扮超前卫的女生变成了素颜文静的大学生。谁的青春不疯狂，改变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外表的变化很容易，对生活的态度的变化却是很难的。能够让消极的自己变得如此乐观向上，觉得他们真的很赞。